韩国的各种戏百花齐放。嗯，那台湾哪一点输韩国？可是你拍这类型的作品，你就没有办法吸引到蓝色的选民来看。搞不好他们因为姚文智就觉得说要来看一下，才知道怎么骂我。姚文智砸八千万拍片，比选举紧张。台湾哪一点输韩国？被奉赌徒。林守群的先生弟兄们，都是皇帝的后代，都是我们的同胞，遭到买多奉陪的欺骗、作恶。现在我们要来予以教育，让这些先生弟兄们不是要反共的斗士。那流氓沟十五号，当然最感谢。是他的原著的口述历史，他后来经过八个月的时间改编剧本啊，希望这出戏能够让台湾的下一代年轻朋友啊去领略过去那个时代台湾所经历过的岁月跟风霜。姚文智2018年角逐台北市长失利，兑现承诺退出政坛。以前讨的是选票，现在讨的呢是电影票。他创立探台湾电影公司，耗资新台币8000万元拍摄《流氓沟十五号》，讲述70年前关押于绿岛的女性政治犯。中间比如说资金没有到位，那我就去周转，我就先去借，然后再慢慢募。有的人觉得我这是赌徒哈。你就好好找一份那个，好好找一份工作啊！甚至有人说，你再选举我就支持你。你投个电影哈，我可以请你吃饭，但是不要再讲，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打水漂。你有担心说你现在搞电影你会血本无归吗？其实电影要上映前，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我觉得比我参与选举还要紧张。你觉得有比你输了台北市长选举还要难熬吗？坦白讲，我觉得我输了选举是台北市民比较难熬，但是如果我这个电影的票房不好，我当然会难熬，好、哦，这就是我的责任啊。那你会邀柯文哲去看吗？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从来没有出现这个人。你说没有这个选项就对了，不必。那你会邀蔡总统去看吗？蔡总统其实在脸书上有鼓励我们，我们会有机会来邀请他。以前是一个政府官，现在有点像是一个平民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差不多，很多镁光灯有时候也是很大的负担啊。最主要是我在2005年，我担任新闻局长啊，长期一直观察，我认为台湾有很多的故事，应该要有人拍出来。我们的悲情城市是33周年复刻版，但是你想想看，类似这样的故事。33年来有几部？台湾社会要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之后就没了？是没有自由的环境吗？是台湾人很穷，吃不起海鲜吗？那我们去看韩国，韩国的各种戏百花齐放。嗯，那台湾哪一点输韩国？我们在新电影运动的时候，恐怕还是都他们学习的对象。曾几何时，30年过去，我们不但是落后，我们完全看不到车尾灯。那我在看的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有人做？最好是不要我做，可是我就等了10多年就我就想说好吧，就我来做做看吧。可是你拍这类型的作品，你就没有办法吸引到蓝色的选民来看。搞不好他们因为姚文智就觉得说要来看一下才知道怎么骂我。未来我希望我可以建立这样的一系列的题材。这个产业链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来这里工作的人，他不用担心说要面对小粉红，要面对中国，要道歉，要说祖国生日快乐。嗯，如果了解这一点，你一个人买20张票都应该来支持这个电影。这部戏是台湾人组成的电影公司所拍的台湾人必看的电影，拜托大家一定要来看。